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阿蒙 Barber Shop， 所以题材呢，想当然而就是越南辣妹洗头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用得到那个辣妹洗头计分板哦。其他分数我自己评，那人气奖的部分就交给各位伙伴们啦。今天到底是哪一位小姐姐呢？强尼也还不知道。我真的跟你们一样哦，都是开门之后才会看到。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赶快进去体验吧。Let's go！ 那我们一起走吧。Hello， long time no see。那这就是他们的 menu， 他们有 VIP course 咯，那剩下的大家自己看看啦。今天的房间超特别的，老板终于搞出了 VIP 房，是两个人的。VIP 房感觉很好，就是洗头什么都在这里完成哦，不错不错。那我们今天就准备开始打分数咯。超爽的这个。
我就帮大家在这里呢，就问他的生日好了。嗯，摩羯座哦，扎实的功夫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高班载车，带烧。王友一。OK 那真的很扎实哦。面包牛肌，45斤，哇，很瘦。但是47一样也是很瘦啦。OK OK， 安妞哩，安妞妞，空少。Thank you.
four. One, two. Okay. Four. One, two, three. Huh? Three times. O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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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老师猛哦。哇，好厉害！刚刚很像鱼在那边扇你嘴巴的，活鱼有没有？啪啪啪啪。只有在家这个是固定流程，真的是麻到一个上天堂。这个就是今天在阿蒙 Barber Shop 的新体验。我的话呢，我觉得可圈可点哦，那给他来个4.5分。洗头的话呢，我真的超意外的，就是好像就是我痒哪里，然后呢他就可以知道，然后马上帮我止痒，所以真的是很舒服。5分啦、啊，感觉的话呢也是不错哦，那我们就给他来个4.5分好了。剩下人气的部分呢，就麻烦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留言啦，1到5分好不好？啊，然后。我会综合评分哦，那就欢迎大家踊跃跟我互动啦。如果分数够高，然后呢，老板可能也看到的话呢，那这位小姐姐就很容易再出现咯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大家拜拜。